小乐高，大乐趣，欢迎来到坏事的乐高仓库。今天我们继续看乐高我的世界的新品，这一盒呢是21179蘑菇屋。哎，停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啊，我们同样都是在乐高旗舰店买的，这一盒21179呢，哎，是标准的透明胶封的这个盒子。而我们之前做的21178同时买的这个狐狸小屋呢，它是这个抠盒。有人问我这个有什么不同呢？其实在实际玩的时候呢，里边是没有什么不同的，只不过对于我来说，可能这种盒子打开之后再重新封上会比较方便，而抠盒呢用起来开的时候会比较方便，但是要重新合上呢总会有两个洞。来，我们继续做。好了，我们这一盒乐高我的世界21179蘑菇屋完成了。那这一套21179呢，你可以看到它搭出来的个头也并不大，大小呢跟我们之前做的狐狸屋相对来说是比较接近的。那它呢官方定价也是219元，272片积木零件，里边还包括有两个人仔。来，我们还是先来看人仔。那首先登场的这个人仔呢是Alex， 那这个 Alex 的形象跟之前大家经常见到的 Alex 是基本上是一样的。那他手里呢还拿了把斧子，另外这个拿的，诶，这个拿着是什么呢？难不成是一个碗吗？来，知道他手里这边拿的一个是什么的，欢迎留言告诉坏雪。那这个 Alex， 哎，说真的，如果你一直玩乐高我的世界的话，史蒂夫啊 Alex 啊应该已经挺多了吧。来，我们把这一个 Alex放到一边，再来看这个骷髅弓箭手。那这个骷髅弓箭手呢，样子跟你之前见过的那些骷髅也是没啥大两样，头上顶了个帽子，手里拿着把弓箭。说实话21179里边的人仔呢，哎，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特别之处，所以我觉得，哎，这人仔也就这样吧。再来看的呢是这一只搭建的蜘蛛。那这一只搭建的蜘蛛呢，它的脑袋是一个特殊的脑袋，这边还有印刷的眼睛啊、嘴啊等等。然后它的脚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，可以这样进行摆动。它背上呢稍微有一些特殊，设计了一个类似座位的这么个东西。那你的骷髅弓箭手是可以坐在这一只蜘蛛上面的，把脚抵在这边正好可以固定住。来，怎么样，看上去像不像一个蜘蛛骑士呢？再来看的这一个搭建的动物呢是一只蘑菇牛。这个蘑菇牛的脑袋呢也是特殊印刷的一个脑袋，特殊开模，然后它的背上还像长了两个蘑菇一般，白红相间的颜色，使得它的看上去非常特别。而下面用粉色零件模拟了什么，相信不需要坏雪多说，你应该也知道。来，再配合这一个桶，再配合桶里边的白色零件，Alex 去蘑菇牛这边收集牛奶了。最后再来看的呢就是这一套的主体，这一栋蘑菇屋。那这个蘑菇屋呢，它的投影面积其实是要比我们之前做的21178狐狸小屋呢要来的稍微小一点。来，我们把狐狸小屋拿上来，来跟狐狸小屋做一下对比，对吧？主体的个头一对比呢，就能明显发觉21178狐狸小屋的这个房子个头比蘑菇屋是要更大。
虽然这个蘑菇屋看上去小一点，但是小有时候也是意味着更精致，那它里边呢也是带有更多的一些拆卸功能。之前的狐狸屋只有顶可以拿掉，而这一个蘑菇屋呢，首先它的顶是一个一拆卸，相信就不需要换血多说了。而除了顶之外呢，它旁边的墙壁也全部都是一拆卸的结构，拆开之后直接就可以布置这里边的蘑菇屋了。当然这个蘑菇屋的内构呢相对也是非常简单的，这里边只有一个箱子以及一张床，如果你要进行改造的话呢，它的空间也相对比较有限，你真的稍微有一点鸡肋了。然后这边呢是梯子，你可以顺着这个梯子爬上这个蘑菇屋，旁边的墙壁呢都是用四转一的板来进行连接的，每一面墙就只有三个凸点，而且这些墙的打造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相近的，比较相近的打造方式，每一面墙上呢都带有一扇窗户，来看一下对吧，都有一个窗户。然后墙的顶部呢依旧是用四转一的板造成的凸点，但是这些凸点呢并不是用来连接这一个屋顶的，这个屋顶呢是直接架在两面墙上这个凸出来的板的凸点上面，也就是说这屋顶只有两个凸点来进行连接。屋顶这边呢跟另外一面墙是直接连在一起的，这里呢并不是一拆卸的设计。而在这一面不可拆卸的墙两边呢还略微有一片板的突出，方便你进行定位。来把这些墙壁放到一边，再来看一下剩下的一些细节。那这边呢还有一棵树，那这个树呢也是搭建起来的，搭建的方式呢跟之前乐高我的世界的树呢相对都是比较相似的。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宝箱，那这个宝箱呢目前里边是没有什么东西的，你也可以放一些其他的乐高我的世界的道具进去。再放过来这边呢还有片农地，还有火炬，下面呢有河流，那除此之外呢这一套就没有其他的内容了。来反过来再来转一下对吧，这里都是空的。说实话这一次乐高我的世界21178狐狸小屋跟21179蘑菇屋呢我觉得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简单的设计。零件数虽然也都是有200多片，但是没有机关，简单的设计，它所追求的呢也都是还原游戏里边的场景。但是如果单纯还原游戏里的场景，这点零件，这点人仔数，219元的官方定价，总归会让人觉得似乎并不太值啊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219元买这样一套乐高我的世界有点亏，反正坏血觉得是稍微有点亏的。那219元的套装两盒我们都已经做完了，后面有机会的话我们会继续做其他的乐高我的世界的新品。好了，今天坏血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，这一盒乐高我的世界21179蘑菇屋你还喜欢吗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，我是坏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